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信宠世界，我是老郭。终于要走上这一步了哈，就是目前呢、目前的主流打法的一个部分呢哈，因为每个人设定不大一样啊哈，那我尽可能的用简单的方式来讲解给大家听哈。这个方式就是呢，你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哈，来看一下组合。你必须要有信玄跟圣奈这两只，你要想办法弄成这样子，因为这两个是主要的输出，这两个是主要的输出。然后你要再带两个神子，不一定要这两只的，就两个神子，你看你怎么搭配了。这两个神子呢，就是不断的开智神，就是不断的开智神，就是确保信玄跟圣奈。然后你要再带一个苍信，苍信这样子。那原田呢，就是能月了，也不一定要带这一只啊，就自己带一只能月。那关键是在什么？关键在于九死它会有90秒。好，那在90秒走的过程当中啊，好，90秒中它就走完了嘛。那在这90秒的过程当中呢，怪会不断的打到你，但是你不会死，好，你不会死。那基本上好像可以挨到第二波，就是他打你两次的哈。那还有我们的回合也是。那怪物的第二次攻击你的时候，应该也是包含在这90秒之内的。那当然你可能会出手一次到两次的哈。那如果你的流程格啊，就是在走这个顺序的那个顺序格啊，格数越少，那当然你叠智力就叠得越快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关键在这里。那怎么延长这90秒的攻击呢？有两种方式啊，你要看你是打爬楼这边呢，还是打其他的网啊，夜网这样子。野王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信玄来当主斗，当主斗。那主斗你要怎么抓呢？也就是说，开场信玄不要动，懂我意思吗？开场信玄不要动，然后等到大概接近60秒的时候，就他走到60秒的时候，他大概走到60秒的时候啊，再让信玄去下攻击的动作。等一下我来看，让大家看怎么设的哈。当然每个人的组合不同，跟动作不同哈，你设定的时间秒数可能会有点异动了哈。这个异动应该，我觉得应该在5秒左右了哈。那如果呢，他60秒，你让信玄去下斗的时候啊，他可能会在接近90秒的时候发动，因为中间还要穿插很多流程哈，程序这样子。那如果他万一真的炸到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他是从90秒之后再加上你斗的60秒。那总 total 呢，你就是具有这个150秒。就是有150秒的时间，来完成，来后面这个60秒就是你的不断的信玄的大法跟这个圣奈哈。当然圣奈是一开始就在输出了啦，圣奈是一开始就在输出了，只是说最后面这边的话是两只大法同时输出啦，对，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的比例就很可怕。那当然我们这种打法90是没有实质的哈，是没有实质的，是完全靠智力去叠的，就是叠满信玄跟圣奈哈。那至于要不要开小玉啊，要不要开什么其他的哈，你要我说的嘛，就是细节你要再去调整哈。等一下我可以再调一下哈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呢，你要打民工或者是好，如果你要打民工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打梦幻城的时候，这些网啊，你会发现是
用信玄去抖是抖不到网的，好，甚至会漏这样子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会建议你改用昌信啊，昌信。那昌信呢，它就是抖中30秒，好，抖中30秒。那它的发动时间点哈，我在抓的话大概也是在剩下，就是它会倒数嘛，90倒数，大概剩下50秒的时候啊，哦，剩下50秒的时候，好，这是由前往后往前算的哈，如果是逆推的话呢？逆推的话，也就是大概剩50秒的时候啊，好，大概剩50秒的时候，你当这个昌信发动，好，发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把昌信的动作控制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变成我们手动控制。啊，其实你说要不要补气呀，或者做什么其他的动作，其实不用，因为这场爬楼之战哦，在150秒之内，或者是90秒再加30秒，120秒之内，就是2分钟决胜负了哈，2分钟的决胜负这样子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昌信呢，你手动的话，大概在剩下50秒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去。好，那我们控制信玄呢，是控制先暂停1分钟啊，哈，暂停1分钟，当然。你要设定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，可是如果你设定成手动，因为它设定时间的秒数最多就60秒嘛，那再来就分钟了。那如果你设定2分钟，那你变成说它可能走到接近60秒或者是70秒，你可能要手动去发动它，不然的话它不会刚好接在你的队形的后面。等一下我们再让它看一下那个队形。好，再来细节哈，细节。当然每个人的组合或者是音节的技能排的不同的话，它还是会有不同的时间序，你们自己可能要调一下。那关键就是什么？关键就是在这个90的90秒走完的时候，好，走完的时候你的主斗就是不管是信玄或者是真田，你的技能要刚好接在这个一瞬间，懂我意思吗？要刚好接近，你越接近越好，越接近，然后能够抖中的人越多，那就表示你有这一段时间30秒到60秒之间可以把对方轰死了。那前面这一段其实不是让你攻击的，前面这一段是让你除了圣奈攻击之外，主要是两只神子要把你们两只的输出给叠满，好，这是90的关键，90的打法这样子。好，当然可能你实际上操作就是要往这样去操作，那你要记住你的发动时间，所以要用这个，好，用这个，好，爬线 K 加上你的秒数，爬线 K 加上你的秒数，它就会倒数。好，那你就要去记你的技能，你是进场还是点中进入黑画面什么的，你自己去抓哈，这个需要计时一下哈。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技能哈，看一下三好哈，三好就是这样子哈，三好这样子。熏血火门就不断的，它不会往下跑了。如果你把它往下跑，就把它关掉就好了，像这样关掉就好了。我为什么之前一直不打90哈？因为为了爬楼，我所有的执行序可能都要重排哈，都要关掉哈。那过于我打其他的，比如说黑马啦、明犬什么的哦，可能就不大好控制哦，也可能还会有一些细节要调整的哈。好啦好啦，你冇被炸。好，再来这个原田哈，它主要是90要开啊，它就开90而已啊，你也可以不要让它动哦，待机哦。反正开场不可能打5分钟嘛，2分钟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要让他待机了，不要动作。那如果说你还让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也是可以啊，比如说我只让他补一个，剩下一只让他去攻击，或者是手动攻击这样子。
那你要让他识破啊，或什么其他也可以。或者譬如说，哦，我让他开个小玉好不好？其实也是可以的啊、哦。啊，看有没有动，有没有空间让他上小玉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拿掉好了哈，这个拿掉。这个啊、哦，这里我们把再加一个，这个可以上小玉啊。刻画哈，小玉，不是这个，上级在上级这里，这个好，这个或这个，你要五的也可以，用一的，用一的好了哈，这个。士气队友啊，比如说一个以上，例如啦哈，你如果让他上，我就这样子，一个以上，然后上。好，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让你的家臣去开玉，让你的本尊去开玉也是可以哈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信玄哈，信玄的话当然就是无脑狂轰了哈，因为我们会一直给他叠这个土鼠，所以让他卡在这边，他就是。好，他就一直在这边，那要不要放极乐随便你了哈，反正他就是这边就土鼠就卡住了，他下面走不下去了哈，你像这些都走不下去了。那关键在这里哈，我们用60秒，好，60秒下就是第60秒发动了哈。那问题是在于这个60秒下呢，他没有70秒、80秒、90秒。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、两秒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我们做的方式是延迟他出手的时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他的斗去影响到昌信的斗，或者是在90秒之内他乱斗，我们让他在这个时候90秒之后再去炸这样子，不管是谁啊，好 ，OK。那还有谁没讲？昌信吗？昌信是那个啊，昌信就卡住啊，哦，就卡住。哦，减杀看你要不要补了哈，可是基本上是卡住了哈，然后手动这样子，因为这个要自己手动抓了哈。那如果你说要用卡控的哈，那就是像90秒嘛，那我剩下这个50秒的时候，那就是你要减回来。好，90减50，好，还蛮麻烦。好，反正就是如果你用昌信，大概控制在50秒，好，不要再低了，再低就会就会跳出去的哈。OK， 那就这样子。来，最难打的图雷啊，这就是。563哈，当然还可以上去的哈，大家再比较看看的哈。来，准备哈。还有这个指令啊，最多下10次哈，最多下10次，所以你要给他补个字眼啊，补个字眼，他就会当作新的字串哈，像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如果你说要把它改回来也是。这样就可以了哈，因为它不能连续放相同的字串哈。好，点。好，90秒哈。你看它不动哈，不动。那这我们就不用管它哈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昌信哈。那最大的时间哈。1分12秒，八，好，好倒数哦，剩下50秒哈，注意看哦，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下，好，你看到我下在信玄动作之前哈，那他我被打都不会死哈。然后剩下40秒，
那这中间40秒中间呢，我们打他或他打我们都不会死人的哈，没死人啊，不过会疼哈，会疼。所以关键在90秒之后哈，90秒之后谁被搞到了哈，哇糟糕，被抖了。要修也没那个，16秒，你们看到剩下10秒、9秒、8秒、7秒、6秒，看到50秒的时候，枪器3秒接上去中，然后全部抖30秒，1发50000。好，圣代几万，79000。84000、50000。OK， 好，这就是90，好吗？其实昨晚我有试了哈，但是。还没精准到今天呢，这个是我昨晚睡前又稍微想了一下，就稍微再微调一下，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啊，我会建议你把它建立在你的共享加成上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基本上我本尊要出的角色就比较少嘛，就是尽可能的共享是可以使用的这样子啊。好，共享这个人，然后血不够了哈。这种打法缺点就是血会掉哈，出去补个血哈。那你说这个打法能不能适用在民权哦？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不见得适合啦，不见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民权它有一些特殊规则，尤其是第八支跟第十支。当然有人说用炸的炸过去可以，用炸的打过去，可是问题是你要挨他那一发，所以我才会不想要调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你说那其他玩家用特殊角色或者比较好的音节，当然可以，因为我是烂音节嘛。就那天看到人家聊啊，我的影片有人看，没有错，感谢。那当然就也有人说啊，那个他的音节很烂哦。没有错，我就是用烂音节，而且我的音节都没有到底，糟糕，也没有给鬼神吃，我靠，有够烂的，烂音节，哦，你看，哦，都还没有用给他鬼神吃什么的哦。不过我觉得王信长的乐趣不是在于用这种打法啦，而是在于善用各种音节啦。那我们再来玩一次哈，这个其实调你只要调好就好。很简单的，好，这样子啊，按错了，你要不要让他动作也可以啊，不动作也可以啊，不动作他就是等着放雨，就这个下来就可以。啊，口罩被搞哈！59、58、57、56、55、54、53、52，好下。好，啊，有人会说，那你为什么不用时间控制哈？就是下准确的描述。啊，因为。不知道怎么下，好，没关系啦，手动还好啦，推个网而已哈。好，21秒哈，关键在增田了哈。10、9、
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懂哇，好准啊！好可怕，差一秒啊！哈，要再早一点，51秒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九死大法，九死大法。那我有测过啦，那个，因为我们这种烂音节哈，你也不能期待它，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培养到顶哈，我们也不能说期待它有多强哈。然后基本上如龙、如神、如鬼啦，应该打不过如鬼啦，就之前抢的三层应该是 OK 啦。因为有几只它是有特殊条件的，它不容易打死，它会留一只或两只，就那种带勾鱼的那一种。那我也建议就是到时候再调整，调整你的组合这样子。哇，糟了，撞死一只，打死一只，它会先打神啦，它会先打神。欸，我不要改成全色啊，全色应该就直接把他们扫光了哦。这个东西自己要调啊。啊，输了输了输了哦。我要改一下，改成全色，然后这个苍蝇也要改啊。重来一次哈，所以没有说一定好的了哈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真田的话应该也是只出手一次，他应该没有第二次的机会，因为第二次应该他也是不会动，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可以给他来一个行动设定啊，有没有空，把它拿掉，这个炼油之术可以哦，删除。把它改在这边哈，差不多待机五分钟以上。好，插入这个炼釉之术。好，那条件就是对象无法行动中，我也有 OK。好，然后我自己呢，自己来。把子弹开出来哈，调整哈，要懂得调整啊，不是公公阿怕，公公阿怕不一定会亏。哎呀，开一个什么的，不要狙击机啊，需要一个全色的动作。因为你的角色不同，就会需要用到不同的技能了。这个压制设计，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压制设计可以。好，罗罗叫出来。好，罗罗叫出来。圣奈、信玄、原田。好，树镇。OK， 好了，再来。我这是让他直接开玉了，就不要让他当弓了。
我只要抓秒数就好了。这个我留51秒，逆扣就是在30左右吧，好，30、40，好上，好，也可以用秒数去控嘛，大概40，从前面转过来嘛，30、40。压制。为什么不能啊？为什么不能压制射击啊？奇怪啊！为什么不能压制射击？奇怪啊！好，剩下10秒钟，看昌信来了哈。我是用手工抓啦，那如果你用秒数计算也是可以的哈，就是反向减三减五十秒啦，反从后面往前减50秒，那前面大概90、40，好，炸。炸，好 ，OK， 这样就过了哈。我再试一次给大家看哈。好，再试一次给大家看。为什么不能射啊？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射啊？铁炮，对啊，五人渐渐控制啊，是气不够是不是？7746，哎，真奇怪。再换一把枪啊，353的。好，用这把。看看。哦，对了，要补血，非常讨厌啊。90打法会掉血，补完 ，OK， 好上，565哈，再示范一局给大家看哈，这就是90的打法哈。那我刚刚讲的嘛，这个抓倒数50秒哈，那也总 total 是90秒嘛，那倒数50秒，你扣掉后面的50秒。那前面就剩几秒，就剩40秒，所以你要在它数到，好，数到，好，数到，比如说30几秒，39秒、38秒，好，39秒、38秒的时候，好，39秒、38秒的时候下，好，我是用倒数抓了，因为我可以看得到倒数。打，开打。那你说要不要让它自动自己去下了哈，去抓？哎呦，没有用哎。不用啊。那我要早一点的哦。好笑啊，因为刚刚没有开呀，哈，抓了5秒。好，这90啊，打不死你哈。
开24秒。如果没有九死，早就死光了哈。所以九死的打法也是算厉害啊，哈，发现厉害。因为我刚刚发现时间哦不对了，抓8秒。哎呀，哥，拜托拜托啊，别死了！啊，糟糕，糟糕糟糕，危险了危险了！又刚刚抓错，死光啊！啊，重来重来重来！要跟大家讲啊，要小心啊！计时器非常重要哦。这种打这种特殊团的哈，你分秒要抓得很精准哈，分秒抓得很精准。好，来。那你说我们的人不动作，可以，好，我们不动作，那时间上可能会更好控制哈。可是有时候你输出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你自己去拿捏了哈。来，开哈，秒数你要抓好哈。胜赖，好，数正，然后新鲜。那当然，你的跟随着你的角色的数值越来越好哦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好，那当然就是会越来越漂亮了哈，打出来数值越来越漂亮，哦，那你在爬楼也是更快哈，那当然你有更好的音节也是可以啊，那当然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用烂组合来打，哎，哦，我这么烂呢？相信每个 新手都可以复制，哦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只要稍微刻点劲就赢过我了，哦，来开起来哈，哦，点下秒，好，刚刚就是忘记开了哈，哦，备，其实也是可以抓啦，你可能抓在10几秒，应该抓倒数大概在51、52的时候，啊，好，下也可以啊，53也可以啊，计算器算一下，50减53是多少？90减53，37秒啦，哦，37秒，哦，你就抓开场37秒，等一下我们试一下好了。好，9秒、8秒开始哦，看真田昌信哦，抓在前面，我们就是要抓在他攻击的前面啦，哈，哦，要抓在他攻击的前面，昌信关键的位置啊，哈，哦，走下，好，哦，这样，然后后面信选炸，然后延伸九死之后的这段30秒，就是你的主要输出的时间了哈。好，越简单越好复制啊。好，啊，来，我刚好算一下，53秒，大概37秒，我们来再打一场，我们把它改成全自动了，看可不可以啊？启动设定这个，
这个待机啊，这个待机，把它改成37秒，37秒下，那这个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往上，移到最前面，挡住37秒，然后这个人要改成，对象无法进入任务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还要补血，讨厌。来上哈，那你说低阶楼层或者新手有没有办法复制旧时的打法？其实是可以的啦。为什么？旧时前90秒，然后你要抓你的那个阻止下秒的时间，因为我们长信嘛，长信动作比较快啊，阻止比较慢，所以阻止一开始就不能动，然后到它下，然后要几个到。到可能要抓，可能不是37秒哈，他可能要更早一点。然后再来信选后面你的主炮啊，好，主炮你要有两个可以用智力去叠的，然后能越随便，神职随便哈，关键在这三个，好，就是90秒后第一个抖的人，而且要确保全抖，就是增添苍心或阻止的哈，那。就是抓后面30秒，那在前面呢，跟后面的主炮呢，哈，这支主炮也要后面才发动，不能在它前面发动，在它后面发动。当然有些场所啦，哈，可以改成由信选发动，不是它发动这样子，啊，它可能就参与攻击，哈，参与攻击这样子。那看参与攻击，如果你有氪金角色就更强了，就变成三大炮，三大炮在90秒之后，三个在发动这样。可能比如说其他的野王啊，抖得到的啦，如果你遇到王抖不动的，真田就要进来，就要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来，我们这次改成全自动，看可不可以，一样卡秒开起来看。我们才能够确保它下的时间点对不对啊？那当然如果我们不攻击的话也是可以啊，不攻击的话它那个跳格会少一个，就更快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你看四个人出手而已，如果不出手就三个人出手而已。啊，所以你要看到那些大佬的画面呢，为什么角色都没有在动啊？对，因为他们在抓秒啊。啊，没戏，戏底没戏。好，真田他已经下了哈，我们来看他真田抓的位置漂不漂亮。剩18秒，可以的哈，其实可以，你看可以，37秒可以哈，37秒是可以的哈，他抓的位置还蛮漂亮的哈，37秒。37秒下，好，全抖，然后新选是一分嘛，炸死你，炸死你，好，圣奈新选2发哈，1发。炸掉，嘣，2发，好，这就是九死打法了哈，我一直压到后面才发哈。
不是啦，压到后面才撤啦，因为目前最强的就是这个方式啊，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啊，就是最强的阵型啊，最强更强的阵型就是牛步，哦，牛步。那如果你本身是能月的话，你的流派就有牛步。那牛步呢，它在叠智力更快，哦，更快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用能月的话，可能就不需要用到两个神智 哦，你可能用一个神智就可以了。那你看这样的话，就省下什么？如果在外面打其他的王，就是可以省下一个神智，那你自己用牛步，懂我意思吧？哦，流派有牛步，那甚至你还可以开，还可以兼九使，那你有好几个角色可以省下来用氪金引阶，就会非常强。哦，就是说角色的位置，你只要有人能够顶替，多空出一个空间出来，你就可以多安排一个氪金引阶进去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没有氪金引阶的，就是安排攻击手进去了，哦，安排攻击手进去了。来，再一场，好，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大概500楼以上啊，民工大概500楼以上不用九士打就不好打了，用九士打是算比较稳的方式啊。如果你用氪金音节战还是可以的，如果你的音节很强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钱氪金。好，现在已经改成全自动了，所以我手动的话就只有攻击的部分了。啊，我刚没有开时间表啊，时间表你要记得开啊，不管你有没有调好啊，你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在某一关的时候啊，你的时间点要调整啊，比如说5-7、3-7太晚啊，就改成3-6这样子啊，要看你这个苍蝇下的点啊。小心下点，不可以太早，也不可以太晚啊，哦。然后当然是越接近时间到是越好啦，就是最好能够接的准啊，可是不要啦，差个一两秒 OK 啦，哦，不要抓得太边边啦，因为有时候它怪物的速度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抓塞了。快走了哈，然后但这段时间还在90秒之内啊，上，然后走，抖，全抖，啊，全抖，啊，30秒攻击时间啊，收官时间6万、5万，也是打两轮吧。好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可以看到最新影片，然后可以打赏我们自媒体哈，啊，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可以在留言板上询问，或者是在游戏中询问啊哈，我能拍就拍啦，然后能打就打哈，因为毕竟是穷非洲玩家哦，没有氪金哦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要赞助我氪金一下也是可以的哈，我就拍给大家看，开氪金铃铛哈。因为听众人开得很干哦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好，这就90啦哈，目前最好用来爬楼的方式啊。那打野王不是这样子啊，打野王不能用90的，啊，打野王90秒一过你就变废物哈。好，仅限爬楼啊，90仅限爬楼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来到青鸟电话，我是敖郭，下期再见，啵啵啵。